今天的行程是法门寺和乾陵一日游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直接报名当地旅游团，含宿食午餐、景区门票、车资来回，每人大约259元。要给你10块钱啊？这个给你10块钱，10块钱，10块钱，行。上午11:50抵达法门寺，先在寺内用餐。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，距今约1700年，是唐代的皇家寺庙，因庙中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成为举世仰望的佛教圣地，列国家5A级景区。1981年，法门寺的真身宝塔在大雨中崩塌。重建过程中发现了塔下的地宫，并意外地出土2000多件国宝重器，包含释迦牟尼佛指舍利。唐末时期，每隔30年，皇帝会举行迎请佛骨的仪式，从长安到法门寺200多里，是一场规模庞大的迎拜礼佛阵容。供养仪式结束后，地宫会再关闭，与世隔绝。2002年，佛光山星云法师发起恭迎佛指舍利立台，历时37天，在台北、台中、南投、高雄设坛供奉，当时吸引了100万人潮上山礼拜，轰动全台，送佛声绵延不绝，规模之浩大令人记忆犹新。义德太子墓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孙子李重润之墓，距离乾陵很近，是唐朝墓葬中规模大、规格高的帝王级陵墓。墓室由墓道、过洞、天井、便房、甬道、前后墓室组成。墓室内的壁画精美，色彩丰富，展现出盛唐皇室的非凡气势。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的合葬墓，景区很大，要先搭景区车上山。最前方是梁山，乾陵依山为陵所建造的，神道很长，两侧立有华表、飞马、朱雀各一对，丈马以及牵马人5对，气势壮观。
材的碑对面。你来自哪个国家？你的官职以及你的姓名。那现在没有头了，肯定也没有字了。这些人是谁呢？我们叫藩臣，就是说不是中原人士啊。因为乾陵的墓道完整，许多专家认为乾陵是唐十八陵中唯一未被盗掘的陵墓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开挖计划做出了指示，他要求全国帝王陵目前先不要挖，把它保留下来吧，待100年后留给后人再来完成。晚餐来碗酸菜面和陕西特有的彪彪面，因为拉面过程中会发出彪彪的声音，因而得名，口味还不错哦。明天要从陕西回到郑州了，16天背包行程即将画上句号。待续。